主料：低筋面粉110克，黄油40克，辅料糖粉50克，盐 0.6 克，鸡蛋液10毫升，牛奶10毫升，香草粉 1.25 克，泡打粉 2.5 克，粗砂糖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将黄油切成小粒，适当加温使其软化，黄油软化后轻轻的搅打至光滑，加入糖粉，搅拌至糖粉与黄油充分的融合，加入盐，搅拌均匀。分二次加入打散的鸡蛋液，搅拌至和其充分融合。分二次加入牛奶，搅拌至和其充分融合。加入香草粉，搅拌均匀。搅拌好的黄油糊应该是光滑细腻均匀。将低筋面粉和泡打粉一并筛入黄油糊中，将和好的面团擀成 0.3 厘米厚的薄片，夹心把成型的薄片放入烤盘中，在表面刷上一层牛奶，撒上适量的粗砂糖，烤箱预热190度5分钟，放入烤箱中层烤大概10分钟，饼干烤得略有发黄就可出炉了，放冷就可以吃了。烹饪技巧，在烤的过程中一定要多观察，只要略发黄就可以了，毕竟每家的烤箱温度都不完全一样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